风大雨大，今天是2015年的8月8号，也是所谓的叫父亲节。你看一下，现在我在人在嘉义的麦史王子大饭店，正前方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，现在云层缭绕，一整晚的风，哇，真的是，非常非常的恐怖，那今天还要去往北部的山上走，哇，要特别注意的安全，好了。今天的风大雨大，行车安全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的，好，我在嘉义的奈斯王子11楼现场报道。